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？石门异鬼已被吾等附着，来日即便建成，也永不可真正进入吾等。糟了，现在要如何才好？不动尊者，方才来人想知我等是否愿意死度世间怨，那我此番便从他所愿。不动尊者，那是谛听的意愿。谛听本为度怨而生，不该为不得度化怨念而生的怨所缚，此是我等罪过。天覆地灾四十法成，明清。我等所见十轮仪轨乃不得已而为之，见谅。